不管是蒋市长、刘市长、张善政市长，还有昨天来的侯友宜市长，还有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县市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他们的公务有空的时候，一定都会陆续来到基隆，来跟我们做更多的城市的市政交流，以及来力挺国梁。我想大家都逐渐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罢免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我想我们会正面的来迎接未来的挑战。我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会正面的来迎接未来的挑战。我们的对手他们因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了。他们既然不放弃，那我们将更加努力的来对抗这样子的这种遏制的挑战。所以我相信我们会全体出动，不只是地方的朋友们、中央的朋友们，其他县市的朋友们都会陆续的前来基隆这边，来跟大家说明，谢市长为基隆所做出的奋斗以及努力。侯主席今天来是不是来听谢市长，然后反这个恶霸？那之后党中央还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来支持？是。我妈妈在基隆长大哈，所以基隆这边也有很多朋友，我们当然很关心基隆的未来。那我真的认为谢市长是他所有的一切的心意，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怎么样帮基隆变得更好。那我可以看到他为基隆付出，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做的事情，可能抵人家四年都做不了这么多哈。所以我想对一个很认真、真的很努力在改善基隆、在推动基隆往前迈进的这样子一个市长，我们反对任何这种以政治为目的，这种恶劣的这种罢免的行为，因为这个并不是为了基隆人，也不是为了基隆的未来，而是为了民进党，而是为了某些政客的未来哦，才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希望能够让谢市长能够持续的来为基隆的未来奋斗，把基隆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哈。那我想，中国国民党还有很多基隆市的这些同仁们，既然大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想对于我们的对手，他们因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了。他们既然不放弃，那我们将更加努力的来对抗这样子的这种遏制的挑战。所以我相信我们会全体出动，不只是地方的朋友们、中央的朋友们，其他县市的朋友们都会陆续的前来基隆这边，来跟大家说明，谢市长为基隆所做出的奋斗以及努力。好不好？谢谢。市长怎么看？就昨天是侯市长来力挺嘛，那之后蒋市长跟卢市长会不会也邀请他们来支持力挺？是不管是蒋市长、刘市长、张善政市长，还有昨天来的侯友宜市长，还有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县市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他们的公务有空的时候，一定都会陆续来到基隆，来跟我们做更多的城市的市政交流，以及来力挺国梁。我想大家都逐渐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罢免是没有正当性的。那我特别也请盛文来帮我们推荐，尤其是我们基隆成功的跟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合作了顶尖高中的课程。那由于大家都知道盛文在美国是留学，而且有非常好的成绩，所以他一定能够了解我们的苦心，为了基隆的高中的孩子落实在地的国际化教育所做的努力。所以我想我们会正面的来迎接未来的挑战。我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会正面的来迎接未来的挑战。那我也感谢包括蔡旺联书记长、张耿辉议员今天都到现场全力的来支持国梁。现在一切就是要宣导这个不同意罢免这个投票。现在好多的选民根本都不晓得投票有不一样的选项，或者是这一张选票投下的一个方式，所以全力来宣导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周末在市政的空闲的之余，我们周末时候的一个重点的活动规划。但是最近就是网络上不是让小爱都不找，对，对，我觉得我这对于我的家人的某些隐私被网军拿来使用，我觉得非常的愤怒。民进党做事情就是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真恶劣。打家人，打自己，打家人，那恶劣。我觉得这样子攻击我们的亲朋好友，攻击我们的家人，我觉得捏造事实，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愤慨。可是有时候也很无奈，这个就是现在网军的一个环境，然后感觉也无法可管，所以我也希望政府能够硬起来，能够针对这种
不好的这种风气要来导正，针对违法的行为要来侦办。那对于任何人被所谓的肉收或者是他们的隐私被泄露，我们完全都是不赞成，而且非常唾弃的。我本人盛文过去都是这方面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绝对是唾弃而且不鼓励这样的行为的，好不好？市长怎么看？就是基隆市议会之前有证实说有2.5万份的这个查对单的申请垫付案。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框列一定的预算来做未来的选务，就如同我们所了解的，现在到未来的选务都要花好几千万，我们只是框列部分的预算，应该没有说它的明确的使用目的。我觉得可能讲这个话的人是别有用心。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基隆市基隆区113年党务干部及小组长蒋席及我们挺善良反恶霸的座谈会，今天呢，这个很难得，我们中国国民党这个联副主席啊，也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座谈会的现场，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不够热烈好吗？我们大家面对面的互动啊，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市长上任一年半以来啊，勤政万民，受到我们的社会各界的肯定。我们现在以最热情的掌声，还有这个大喊声啊，我们来这个欢迎我们的县市长，县市长。市长，市长，市长！